天气炎热，缺血严重。为让血库拥有充足血量，台湾中油公司澎湖营业处从今日起至21日，在马公捐血中心举办今年第三次中油百万 CC 热情公益捐血活动。今日上午9时，由副处长刘进参率先挽袖捐血，希望能够激励处内同仁伙伴及民众们一同参与活动，共同维持血库供血量稳定，并透过赠送清洁用品，吸引更多人潮一起传爱。今年是我们第三次的捐血活动啊，欢迎各位乡亲父老大家踊跃来捐血。那我们中油为了当澎湖地区的好邻居，所以我们也提供了一些奖品就是凡是有来捐血的部分，我们就送2瓶我们中油研发的洗可力洗碗精让大家都踊跃来捐血。今日由副处长刘进参率先挽袖抽血，希望透过定期捐血，让所有需要输血的人能够得到及时的帮助。中油为鼓励民众踊跃捐血，特别准备清洁用品送给捐血民众，期望乡亲共襄盛举。记者陈荣玉报道。